姐，回来了。崔家人生了吗？给他们捧捧场吧。捧场回来了。热脸贴个冷屁股，明儿不用去了。姐，要不是他们家，我也不会判一年就出来。明天，明天吧，明天我就试试。你哥也给他们签谅解书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我答应你哥以后不找崔家人的麻烦，但不代表我不恨他。行了，姐，咱不提崔家了啊。 今天有吃排骨啊，别动，先给你哥送过去，趁热闹。嗯，你哥呀，身体啊，现在是康复了，但大不如以前了。公司的事儿你多盯着点儿，别让他操太多心。知道，放心吧，姐。对了，茶几上的那些书帮我给张立新送过去。好。你告诉他，我答应给他带的书给他送过来了。 不再说点别的，没那个必要。姐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一年你确实变化不小，就是嘴硬没变。走了。行，差不多了哈。嗯。到时间了。 慢点，哎，好，没事。妈，照您这恢复速度，我看再过一段时间您就可以去跳广场舞了。悠悠，这一年辛苦你了，又要照顾我，要照顾慧慧，还要常常去看弟弟。之前我根本没有时间这样陪着您。 这段时间我真的挺开心的，弟弟那边状态也挺不错的，再过几年就回来了。您啊，就想着把自己身体养好，到时候咱们全家一起出去玩去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挺自责的。 我常想，当年你爸爸犯了错，都是因为我说的话刺激了他。如果我不那么做，可能就没有后面那些事了，你和弟弟也就不会受那么多苦。妈，其实那天早上。 我看到爸爸了。